假如卖翡翠的说真话。嗯，老板，有没有高货翡翠？没有，都是些低端货，反正太贵的你也买不起。First blood。 那这个什么种水？这个吗？这个是糯种哦，不过你们一般要问的话，我就说这是糯冰种，如果自己懂得的话就不会向我问咯。 Double kill。 这个山水不错，便宜点给我吧。便宜是不可能便宜的，它就值500，不过你要是喜欢砍价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开30000，你就慢慢砍呗。 Triple kill。 哎，这个砍不砍价我心里都不踏实。哎，那就30000给你了。 Quadra kill。 太贵了，2000行不行啊？哎，2000就2000吧，少赚一点也可以。那你能不能开个5000的发票，我想送朋友。哟，见你这么爽快，留我联系方式吧，等一下次再来。